味道的经验也比专业，韩国同客家老祖公的综艺精神传下去。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为了派2018也比客家专业文化贵。客家非副主席方作面，他讲今年出台为连接公司也比专业桃园地区的主战场龙潭同平镇以外，还会搭帮龙潭桂乡文化节同平镇展子也两台节庆，结合体现韩国历史文化。还有呢，同沙溪之年整合起来，带客家多乡亲来体验客家的人文风情，传承客家保卫乡土的移民精神。桃园市政府秘书长李显明同客家非副主席范仲明一两年向下徛定登记，请民众向下来参加一位客家正业文化季。客家非副主席范仲明讲，台湾在1895年发生抗日战争，对桃园地区的安平镇职业是占满重要的正业。一百文化季就系希望世界间客人按同佮的文化内涵传下去。你希望台湾发展不太敢认识接触到客家，对印尼台湾多元文化贡献。你希望台湾的团结不太敢认识到印尼客家。同样是客家曲种，中间王强挑今年的平镇战绩，不敌两年足球用亲密比赛的方式，本台家在国昆都公司的战役，包含北向美土中外赛，客家移民部级国防赛，另外非同今年每位判平镇客家种受厉害，我用行行了了的方式，本民众了解公司的战争情形，客家采提历史。最本一般的民众都得有。参加节庆的同时呀，做得老呀，历史的古镇景点做一只顺利呀，吼，认识客家种的一只成败，你们的景点。同样是客家口讲，平镇战机除台盘王平镇子也贴镇以外，每到 PABR 游戏期，做好游戏期。另外，龙潭桂乡文化节的爬龙船比赛，是对日本苏的家下就有的传统，盼来超过160年呢。客家外盼也两方沟通，就会希望大家来了解陆祖公三万保卫家乡的团结精神。客家新闻台台湾报道。